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和新加坡八卦掌研究会联合冠名播出的《留身八卦掌》系列课程，我是李春玲。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是在万里小师傅的帮助下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八卦掌的直步、扣摆、过扣，还有圈线啊这些重点。如果想了解更多视频，请关注功夫者官方网站，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讨论群。如果想了解更多知识，请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新加坡，欢迎加入八卦掌课程。好，首先我们说站立的姿势啊，双脚的脚尖是朝前的，然后身体呢是自然放松，那么后背呢和这个下颌要收，这个脖子要挺直，后背和这个头的后边呢是这个一条线的。好，自然的屈膝下蹲，重心下降，对，然后左腿伸出去，好，停留啊，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停住，这个时候就会去检验你的平衡力。那么重心是百分百放在右脚的。好，二向前落地。哎，好，向前落地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是前脚掌跟地面有一个摩擦，但是呢，这个脚趾头尖呢还没有开始用力的抓地，它只是先落啊，重心是偏后的。前腿直，后腿弯啊，后腿弯曲，前腿是直的。好，胯要朝前，眼睛向前看啊，脖子挺起来。好，在上步一停。好，上步一停的时候，膝盖靠拢啊，重心完全在左脚。那么我们就看到左脚的脚趾头是抓住地面的。好，向前落有一个滑动啊，前腿直，后腿弯。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明白这个双腿的这个夹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大腿根这里是夹住的，所以我们叫剪刀腿啊。来，我们下面呢就还是讲这个直步啊，从侧面会看得比较清楚。那我们的摊迷步呢分上中下三盘，也就是说高中低。那对于年纪大的或者是初学者呢，就可以高一点走，步子距离呢间距小一点啊。如果说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走中盘。那像这个年轻人呢，20岁左右的，或者是年纪更小一点的，我们就可以追求下盘就更低啊。来，现在做屈膝下蹲。好，左腿伸出，两膝靠拢，前腿伸直。好，跟地面有一个摩擦啊，向前送。对了，好，那么这个呢就属于是中盘啊，中盘还没有到下盘啊。上步一停住，膝盖靠拢。好，落地再走，重心后坐，走，发力。好，落地。好，双膝靠拢，夹裆。那注意说要夹裆之外哈，我们还有一个收臀送胯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脚底的这个蹬和抓。所以屈膝下蹲的时候已经是右脚抓地了，那么左腿出去的时候保持你的重心在右，这个时候就开始送胯啊，送胯向前啊，收臀送胯向前，而不是这个放松状态的啊，一定要收臀送胯。然后在这里的时候要有左右的夹裆，也要有前后的这个收臀送胯。那么我们的后脚呢是弯曲的，后腿弯曲的，这个时候要蹬过来啊，蹬去前边，那么就是左脚抓地，继续左脚蹬，还是左脚蹬抓，蹬过蹬抓蹬过。好，我们说这个后脚蹬前脚抓的问题啊，那么在蹬的时候是先蹬，然后呢配合着就开始抓地，所以重心呢就移动了，这个抓地的这个脚呢就由前脚就直接就变成了后脚了。现在来看脚，后脚蹬前脚抓，后腿迅速变前腿。好，落地。好，再一次蹬抓。对，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来讲扣步啊。那么这个扣步呢也当然还是存在一个蹬抓的问题了，它看看在什么时间来移这个重心，蹬的时候是移重心啊，抓的时候呢就是保持这个重心。来，我们做这个扣步，来屈膝，左腿先走，落地。好，右脚扣步，右脚扣步。好，
中间呢是一个脚长的距离，当你走下盘的时候啊，它那个脚步比较大，它也可以稍微的大于一个脚一点点。那么前面的脚这个扣步一定要90度啊，对了，一定要90度。然后重心呢是后坐的，这个就是扣步，那个身体的伸腰胯，对了，都是朝前的。那么这个后边的这个膝盖啊，如果你蹲得越低的时候啊，这个膝盖应该从你的这个腿弯这儿出来啊，而不是跟你的两个膝盖顶在一起的啊，从这个后边的腿弯出来，这个就是扣步。好，我们来做侧面屈膝下蹲，左腿伸出，好，落地。好，右脚扣步，右脚扣步，屈膝下蹲，对，要扣90度，身体要朝前。对了，下面的膝盖在你前边的腿弯处，那么这个这个大腿这个部分哈，还是加当的合住的。好，我们现在就直接做这个摆步啊，后边的这个脚尖好像开车做一个转弯一样，对，转过去啊，这个是摆步。摆步的时候呢，这个重心要在中间啊，重心在中间，然后双脚是平行线啊，两条平行线，重心在中间，身体仍然要保持直立，对，啊，重心是在中间。好，我们来做过扣步，要扣回到中间啊，来扣到两脚之间。好，这个扣步呢也是要求90度，身体要朝前，裆仍然是合住的啊，仍然夹住的。好，转头，转身，后脚掌原地连转，伸直前腿。好，好，我们下面呢就讲一下这个扣摆或扣的重心的问题啊。重心，来屈膝下蹲，好，直步，直步落地。好，扣步，重心在后啊。扣步的时候，重心是坐在后边的。好，摆步。重心在中间，对，身体的重心一定要压中间。过扣步，重心在前啊，一落地的时候重心就在前了，然后一定要后脚的前脚掌落地啊，原地连转，转头向后，来转身直步啊。那这个直步的时候，第一步呢要走的步比较小，因为后边的脚呢是一个90度的脚。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扣步转头啊，这个摆头一定要头先转，然后那个肩膀啊、伸腰胯呀、到膝盖到脚才一步一步的螺旋式的扭转下去的，而不是单纯的同时走啊。如果同时走的话，身体好像是死的，这个腰没有动，这个脊柱的扭转呢就失去了意义了。我们要练习我们的这个臀骨，就是这个脊柱骨，所以扣步的时候是一摆头。肩膀也可以跟一点，然后就继续转，头到位了就不走了，肩膀到位了就不走了，所以到了伸腰胯，最后才是脚啊，才会有下一步。所以这个就是说节节扭转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气血也是节节贯通的，都是打通的，而不是说身体的整个的转身啊。如果我们做扣步和转身，那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了啊，身体就不灵活，不会动的。那我下边来做一下这个扣摆过扣的示范动作。好，下边呢我们就讲这个重点了啊，就是这个圈线。所以圈线最需要注意的呢，就是里直外扣，里脚直就是靠近圆心的脚，就是里脚。里脚直线呢是走两条线啊，各走各的线。等到外脚扣步的时候呢，就踩在一条线上，就是圈线了。来，屈膝下蹲，来，里脚出，好，直步落地。对，它的直步落地之后呢，后边的脚还有它自己的路线啊，就是没有影响的，是两条线。来，外脚扣，好，扣步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条线了啊，就在圈线上，好像模特步一样的，所以这个裆呢就能合得更好。来，继续走里脚直线，里脚直，好，你看后边的脚出来的时候呢，还有它自己的路线啊，一定是里脚直的时候，两只脚有两条线。好，外脚扣，扣在一条线啊，那么就是圈线了。所以说，当外脚扣的
多的时候啊，比如说扣了30度的时候呢，那可能这个圈呀就变小了。那如果这个扣的少呢，那个圈就大。那么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脚步的大小，根据你的圈的大小来决定你的脚扣多少，每一步呢都要均匀。好，我们今天呢就复习了趴画展的这几种步伐：直步、扣步、摆步、过扣步，还有圈线。如果想了解更多视频，请关注功夫者官方网站，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讨论群。如果想了解更多知识，请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